这里看一下。大哥，不要再咬了，不要再咬了，行行好啊。掉马口掉到快疯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今天一样是玩唯物哈。哎，的熊。这边我本来前阵子就想来的哈。然后这里啊，是我之前跟阿伟有来钓过的地方。下面一直看到很多小鱼，但是就是钓不到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拿了钓唯物的给西要来搞一下，看能不能钓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OK， 我们开搞，把这一桶放我前面好了，等一下解鱼比较好解。结构器，还用我自制的好了啦。自制结构器好久没有拿出来用了，不是不好用，是忘了我有做这个东西。好，这样，我们开始了哈。好，这样大头一点，丢这里好了。着喽，着喽，着喽。上来，这什么？哎，掉了。哎，还没看到什么鱼就掉了。哦哦哦哦哦哦！气死我了！钓鱼哎，我是要上鱼啊，不要一直钓鱼啊。有了，哎 ，works。三碗哥啦，钓袂起来呢，我唔相信，那有可能？有了吼，这啥？哎，马口哎，是吗？我看一下，马口啊，怎么会钓这么久才钓一只上来？再来。又来了，这是什么？也是马口吗？哎，对了，也是马口，小只的。小马口我们就不拍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也最近常常在钓，不一样的鱼我们再来拍照了哈。哇，直接下去，凶哦！掉了，掉了。我们用的这种小钩子都是没有倒钩的，所以鱼吼它只要稍微跳一下就掉了，那这样子造成的伤害比较小一点了，就比较可以拉爽爽。一直钓到了呢，刚钓不到，现在一直钓到，漂亮，再来。哇，拉太用力了，反应不及了。我勾大头一点，看看会不会掉到大只的，试一下。这样试试看，他们会不会有大只的来咬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果然有大只的呢。可是拉不上来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再次大坨一点，去了。哎，也是马口。大颗的哦，大只的来吧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
我、哦、靠腰八道、哦。哎、欸，没有八道呢，正吃哎。果然大颗的就是大只的，不错。再来，甩前面一点，看能不能钓到不一样的东西，不然全部都是马口。咬去了，这是什么？也是呢，怎么都是马口？没有其他的吗？我把浮标调深一点看看。这里尝试一下。哇，也是马上就拉下去了。恭喜马口。啊西。真的是哦。没有别的吗？奇怪，怎么都是马口？啊，我上次有看到那个很奇怪的鱼呢，怎么今天都没有？莫非要把马口全部拉完才能够钓到那些东西？这样就不好玩了哦，马口应该钓不完了。哎呀，啊，前面这里再试一下，我刚好看到大只的鱼啊，但是不确定是什么。背着熊，等一下哦，这里试一下。哇，马上下去了。欸，怎么还是这个？喂，弄中是马口呢？没把中的吗？连杆呢，好好玩哦！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地方？那我上次跟阿伟用那个路亚在钓什么东西啊？傻眼，拿这个就好了，拉一大堆，一大堆小鱼，应该有大鱼啦！哇，还没下去就被接走了，可恶！一大堆马口鱼啊！来，这里再来一下。我今天其实要钓钓看有没有盖斑的啦，可是好像都马口哎、欸。你看，都是马口啊，超多马口，超会抢饵的。我就不相信钓不到一只不是马口的鱼。大哥，不要再抢饵了，真的。一直抢，我快疯掉了！一下去马上就抢，头好痛哦！怎么会这样？然后我看到其他的鱼，哎，不要再接走了，拜托！哦，我不要你啦，别的啦。打去别的地方哦，这快受不了了，一大堆，一大堆不是我要的鱼。这里看一下，大哥不要再咬了，不要再咬了，行行好啊，钓马口钓到快疯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什么？石兵吗？哎，对呢，石兵六，终于有一只不一样的了。哦，这个好漂亮，漂亮漂亮漂亮，不错，终于钓到不一样的了，碎了，再来，看来贴底有用呢，贴底贴底。我再给他贴底好了，贴底再来一下，不要被截虎，拜托！哇，截了，被截了！各位，我跑到另外一侧哦，
就是同一条溪流啦，就另外一边，啊，这边的水比较深一点，所以可能会有大鱼。但是咧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我的线啊是 0.6 号的尼龙线，就这个绑钩子这个部分，所以可能会被煎，如果有大只的话，试一下再说了。哇操！哇，马上咬去啊！怎么还是这个？哇！哎、欸，掉了，掉了，掉掉，不要跳，跳你会鼠叫叫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拉上来，它掉下去了，这个草丛里面掉下去温死耶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马口哎、欸，西哥，西哥呢？好在有捡起来。帅哦，终于不是马口了，各位，这边真的是很优秀，非常的优秀，清一色的马口西哥，很漂亮啊！还有一只长长的那个，很像石斑的鱼，应该就是石斑没错啦。然后因为后面那边实在是太咬了嘛，咬到我受不了，所以只好换到这里这个草丛里面来钓这边啊。这里呢，一开始我有看到那个很大只的蓝宝石，头很秃，超秃的哦，啊，在那边给我玩青青，怎么钓都钓不到，没办法。可能是现在刚好是繁殖期吧，所以对饵料可能没啥兴趣。之后如果有带其他的东西来的话，应该可以再玩一下，看会不会咬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。这些鱼坏坏，我也要回去跟我老婆玩亲亲了。臭鱼，今天够本了哦。哎呀，拜拜。